本动画由有妖气提供。欢迎煤气罐先生。我最近压力很大，希望来一次全面的放松。好的，那就先来捶背吧。力道如何，先生？还好。先生，接下来是针灸，要不要试试？好吧。先生，药浴效果如何呀？我给您添点热水吧。先生，还有最后一项，拔火罐。局处按摩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橘叔非常爱玩水，刚出生就是，小学也是，中学也是，大学还是。毕业后，橘叔成为了消防员。哎，一个人！救命啊！不行了，放弃吧，楼要倒了，保命要紧！快走啊，楼要倒了！我操！别怕，哥来啦！结婚的时候也是，橘叔爱玩水。院长，不好了，豆豆医生又被人打了。啊，小豆，你怎么又遇上医闹了？这个月都第四次了。我刚才跟来体检的人说他得了痔疮，结果就被狠开了一顿。你们呀， too young too simple， 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指着人家说有病，当然会被揍的嘛。那该怎么说呀？沟通是要有技巧的嘛。来，我给你们示范一下。哎呀，你这是胃穿孔啊。告诉你个好消息，以后你再也不会有减肥的困扰了。看到没，以后遇到病人就这么说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你以后可以节省掉买套套的一大笔钱了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你睡了很多年别人的老婆哟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得了精神病杀人不犯法的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你这个病太罕见了，绝对可以上新闻发起捐款了。哎，嘿嘿嘿嘿，进来。院长，您的体检报告出来了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橘叔开医院。你还是直说吧。找不着了，点击关注随时看，一集只有这么长。